安利开过来，说的跟真话一样。法拉利，把他放下来吧，不跟他玩了啊，不跟他玩了，没啥意思。嗯，走啊！怎么呀？还不走啊？是吧？这是你车吗？是不是？哎呦我操，你还真是啊！你打我干嘛？嗯，对对对对。干嘛？这是不是你的车啊？对啊。你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干嘛早拿出来？早拿出来还能看出你看得出你这副丑陋的嘴脸吗，姐妹？我哪里丑陋的嘴脸？我没有丑陋啊。这二十万吗？啊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那个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散沙，现在有物质了就可以谈爱情了。这个样子啊？那你刚刚不是说要跟我谈恋爱？啊，我跟你开玩笑的，逗逗你。你逗逗我。怎么了？啊？啥？找什么？单子的。什么单子啊？啊？什么单子啊？人家是租的时候单子呢。啊，租车单是吧？啊，什么租车单？对啊，租车单呢？什么租车单？你放哪了？哎，我租车单呢。在这后面吗？哎，美女，你这拍一下，我看我租车单在哪。我租车单，租车单你放哪了？车是租的。咋了？你租了个车让我跟你谈爱情啊？没事，我不嫌弃你偷车。啊？你可下来吧，这别人的车你还坐在这上面？走吧，哎、走吧，哎、你下车吧。哎，你碰我干嘛？你的车，你这车要到期了，你先下来。我在这个车上拍几张照片，你让我拍几张照片，你让车要到期了，你先让我拍几张照片，你先下来，你先让我拍几张照片吧，不要吵。行行可以，那你这样，你给我500块钱，付什么500块钱？我拍几张照片就500块钱。对啊，算咱们拼个单嘛。五十块，拍一下。一百吧。100块钱你都要坑啊你啊！给不给嘛？不给算就算了。100元子到账，100元子到账，行，你拍吧，你拍吧。啊，行，你快点啊，你快点。我举下手机可以吗？啊，举手机啊。行，就这样。你先等一下，站着。嗯。让小东和小鱼过来收车了，快点。行。下来呗。不是，这车我的。他租的我的车超时了，再等一会儿呗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你付钱啊？对呀、啊，怎么那么眼熟？等一下，你们俩怎么那么眼熟、啊？速车、啊！什么眼熟？你们俩好眼熟，你俩是不是刚那里街溜子？你们俩是那俩街溜子？姐妹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这我车。那问我微信的是不是你、啊？谁问你有微信啊？咱是没见过。你认错人了，谁堵你了？我刚过来，我收车的。收车的。干嘛呀？是他们俩。啊！你们俩是一伙的，就是他们俩，你们俩是一伙的。什么？谁跟谁一伙的？这俩人，你不认识？我不认识啊。那他俩堵我的吗？你不是耍我？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耍我？我没耍你啊。你找他们俩堵我，你刚刚找他们俩堵我，然后你自己来英雄救美啊？啊？啊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跳轮这么深的你，就是他们俩，你有没有眼盲啊？啊？这哥们，要不趁你再用一会吧？那你再用一会。啊，走了，用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这车是不是你的？重要吗？重要啊！这车如果是你的，100块钱，我刚那100块钱就不用转你了呀。到现在还记得惦记着他那100块。行，那啥，那照也拍完了，对吧？你是不是可以打车回去了？你不是要送我回家吗？嗯。对啊，你把100块钱还我，然后你再送我回家吧。然后我们去家里面坐，然后你去我家坐坐吗？坐吗？考虑一下。嗯啊，考虑一下。赶紧回去吧，晚上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吧，好吧？行啊，走吧，你走吧，行不行？啊？为什么要让我走啊？你挺烦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我有女朋友，小阿谦，她好烦啊。谁呀、啊？嗯。谁呀？不认识。谁呀？美女，你谁呀？你是谁？